平时36.8块发四包。粉儿特别软。我家的炸蛋、贡菜还有羊肠，活动继续，今天自己加了一点贡菜。小泡椒。今天拍下的话还是跟你们减了22块钱，平时160，现在是138，所有付款成功的再额外赠送6小包酸笋，一大袋辅助，还有一个木汤勺。图片上有显示，平时口味比较重的拍粉色的，这个紫色是经典款。也就是粉色的是加辣加臭的。
这个小泡椒太使内饿了。小木勺的图片在这个小木勺的样品在这个图片上，我家还没有。卷味螺蛳粉，冲泡的。里面有黑木耳的。灵魂的小泡椒，啊，一点蒜，我自己放的小丸子。这个卷味的话今天是有活动，平时是160发九盒，现在是立减22只要138，还是九盒，里面是有一包腐皮花生、腐竹花生，一包辣椒油，一个小叉子，这个是酸笋包，这个是汤底包，这个是配菜，里面是有黑木耳还有一些萝卜丁等等，这个是里面两个灵魂的小泡椒，我可喜欢吃里面的小泡椒了。还有一包米粉，米粉泡个8-9分钟，然后把水倒掉，再重新加水，然后把所有的配料一加，再焖3分钟就可以吃了。今天所有下单成功的，再额外赠送一大袋腐竹，6小包酸笋，然后送一个木勺。木勺我没有样品，大家看一下那个图片上有。我就用这个自己的勺子代替。喜欢吃加辣加臭的拍粉色的，喜欢吃正常口味的拍这个紫色的。